有時候會陪住佢啦。Baby Shark 直卷全球，天王郭富城呢日就同一班小朋友一齊跳自己改編嘅版本。仲自创埋手指舞添啊 ！Aaron 女女都系呢首歌 fans 嚟噶，呢日就梗系有一齐嚟啦。女女本身已经睇到Baby Shark 呢一个卡通片嘅时候，佢都系眼金金咁咪睇下点样跳，学住个脑里喺度不断去思考点样跳。咁爸爸自然就会睇啊，点解你咁有兴趣去睇呢个神曲啊？原来的而且确系神曲嚟嘅，咁就。是整個設計啊、音樂啊都做得很好。暫時佢啲手指仲未好靈活，啲手指仲未好靈活。咁啊，但係佢就識一基本嘅大動作，反而佢就會學到。咁啊，因為我嘅版本就會比較複雜少少，因為有我嘅 style 喺裏邊啦，就又要做好多動作。咁我諗到佢，因為佢其實而家有上一啲音樂班嘅，咁佢對音樂都有興趣嘅，可能係遺傳嘅。咁再等佢大多少少啦。咁我私人教授啦，當然女女除咗中意音樂同跳舞，平時仲精力好旺盛添。佢係未停過嘅，佢喺屋企係未停過嘅，係好係你我係帶佢一日，如果出街，佢係成日都要兩出街嘅，出街玩。小朋友可能中意呢個世界，吸即係新鮮咯，佢中意係佢係創新啊，繼續啊，好先都有啲似我。同佢出街，我諗行咗大約十分鐘之後就抱。爸爸抱咁，爸爸抱 OK 嘅，我覺得咁，我好樂意做呢件事。